桃园啦啦队成员倪轩日前被前男友 M 先生指控劈腿，而出轨对象是桃园球员陈诚威。虽然倪轩及陈诚威都发声明驳斥此消息，不过这一次的风波已经严重影响倪轩的工作。他原定11日在高雄梦时代有活动，而一起出席名单还有陈诚威。但倪轩经纪人日前透露，他目前已经暂停工作，会休息一下，不会出席11日的活动。至于该球团有禁爱令，现在突然爆出桃色风波，网友纷纷猜测倪轩是否工作不保，即将退出乐天啦啦队。倪轩经纪人则低调表示，公司都是到年底才会对整体乐天女孩做续约的评估，目前没有针对个别案件做讨论，也希望外界不要再过度猜测。谢谢大家的关心。消息一出，也在网上引起热议。